大家好，我就是谭竹。今天是我第一次露脸，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认识到大家。其实对于这段感情，我真的很后悔。猫猫，是我没能够好好珍惜你，我现在只想和你和好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是我辜负了你的真心，对不起。我是谭竹的闺蜜雅丽，我想在这里说一件事情哈，他们的这份感情早晚都会结束的，因为他这种人跟谁谈都是一样的结果，他内心太脆弱了，跟我闺蜜根本就无关，所以大家不要再说我闺蜜了，嘴下留情。